好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大有为。那今天大盘呢开高震荡，那结果呢尾盘拉回哈，那盘中还有跌到黑收黑啊。那今天很多人都怎么样，开始就不会做了。然后呢看着这个看消息啊，听这个消息，听到这个利空，然后又有一些股票有题材有利多，是不是不会做了？其实现在这种行情呢、啊、这种行情就是个股表现。我们看到这个辉达啊、哦，大家都在看今天怎么这个、不管是维新技嘉哦，还是立台，还是立台，我们早就买了。现在辉达它出货是什么？是延后。它如果第一季，如果今年的一月跟你说延后，到现在没有出来，我跟你讲，这股票早就破底了。它今天延后是什么？它跟你说确定的日子吗？你确定第一季都出不了货，明年第一季都出不了货吗？还是因为设计的关系？规格的不合，有没有可能很快就出来了？所以它离到什么？离明年第一季大爆发、大出货的时间，只是越来越近而已。多延一天，后面爆发力就越强，越压缩会越强。你没看懂吗？好，那现在这个行情呢，其实很简单。我说年底再拼一倍，明年你还有股票再拼一倍，那你要不要跟上？题材都还在啊 ，AI 题材、IC 设计题材、板卡、显卡，对不对 ？PCB， 只要怎么样？只要你找到一档股票，基本上都有三成到五成获利嘛。没赚到？没看到？前一段时间呢、啊，从什么？从这个一万六啊，破一万六之后上来一千多点，一千多点，我说什么？是这一段的什么？你看。其实你要懂波浪理论的话，你就很清楚了。波浪理论的出生段是什么？市场都还在观望，市场都还在怀疑，但是有些股票筹码已经干净了，有些股票它题材非常明确的，直接一拉就喷出，但市场还在观望，成交量不会放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是不是第一波的我们讲出生段的一个征兆？说啊，这个怎么算出生段呢？哇，在哪里出生段？我想波浪理论，我想全市场，包含这些很多老头子啊，还有年轻的，波浪理论根本就不及格。你波浪理论要看上前一波的话，那你要不要把上市的时候那个波浪理论那一波拿来算？那你怎么算？波浪理论，你看每一次每一个景气循环涨的都是不同股票，成交量都不一样，玩的人都不一样，你怎么可以拿六十年前的波浪算到现在呢？我跟你讲，连一八六一九的货柜三雄拉的那一波，那个波浪也要重新算嘛。就很多人啊，很多人我很想学东西，我知道。我在 LINE 里面，很多人在问，不管技术面、产业面，甚至消息面，都在问大伟。我很想教你们，但是呢，我讲的，你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啊。你去了医院，对不对？假设你是医生，有个病人来找你，你跟他讲的病情该如何处理，要去拿药的时候，他突然给你回一句什么？哎，可是 Google 说哦，哎，可是那个谁说哦，你去给人家说吧，那医生会理你吗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那医生的脸色会马上变，没有人会那么好脾气了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而且不是很严重的，该怎么办？啊，可是 Google 怎么讲？那个网络上怎么讲？抖音上面怎么讲？那你还看医生干嘛？你自己做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都是赚钱的方法，先赚到钱再学。你不信？你要学没关系，边赚边学。但是赚钱是最重要的嘛？那你今我说十二月还有机会翻倍，还有几只股票已经开始怎么样？筹码在动了，要翻倍了，你要不要跟上嘛？每次都要等到涨上来了。这个利多消息满天飞了，市场有量了，哎，好像有人玩了，结果呢，已经翻倍了嘛。哪一只？安国，快150%了啦，今天创新高啊！今天要不是大盘拉回，它今天就几乎要快涨停了，敢不敢买？横盘，分盘的时候再横盘，你敢不敢买？分盘完之后，你敢不敢买？我看这种股票，你看，你现在回头来看，你现在回头看看，是不是低点？
是不是在压回？压回直接喷出，横盘在等待，然后呢，在分盘的时候继续飙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不是大回股票很强哦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你就算看电视，你就算没有扫 light， 没有加入我的好友，你一样可以赚到钱。你每天进场，隔天都有钱赚，几乎每一天都有钱赚。我再看一次，拉回有没有在低，有没有低点？安不安全？分盘前狂飙，来得及来不及？哪怕我讲，哪怕买到涨停板，你哪怕买到一张，都狂飙。好，分盘，分盘，我讲，分盘还没结束嘞，分盘没结束，一路飙。你分盘不安心，对不对？分盘完之后再买，拉回一样。就算今天买，我讲难点，就算今天买，你还是赚钱。大回股票强不强？安不安全？能不能让你有非常非常大依赖感？我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全台湾最准的分析师。我说这个 Light 啊，这个 QR Code 啊，是全台湾最会赚钱的 QR Code 啊，你还不相信？我今天安国，你不要说翻倍，今天安国你去买都赚钱，昨天买都赚钱，是不是？一路都赚钱，你怎么买都赚钱。但是我们不要什么买的安心，赚的开心嘛。你今天赚到了，结果呢？哦，上影线少赚，开心吗？我相信你的心情非常紧张啊，你就很担心怎么样？哇，今天买了，如果没有卖的话，那我跟你讲的时候，你要不要买嘛？来讲到技术分析，我想技术分析就这几个字，就这几个字，你看得懂没有？你看懂没有？啊，我跟你说要买的时候，10月16号，再跟你讲说，业绩爆发前要抢先布局。好，你喜欢看消息面嘛？啊，那我说什么？安国有没有？安国多元化的经营，对吧？维持公司的运营，越宽越大尾，结果呢？这是多少？10月26号，在这边嘛，10月26号。我说什么？选股能力有没有超群？股价有没有反映公司的决策的正确？有没有？有吧？其实啊，基本面、技术面还是什么筹码面，不管啊，你真的有些人啊，就是有天分的、啊。当然加上努力，你再去用什么？你再去用一些技术面啊去确认，其实就很简单了。那你没有办法的话，怎么办？你要找到什么？找到能够带领你赚钱的人嘛。你就不要说我是一个什么很强的领路人。不过我跟你讲的股票，你是不是买了都会赚钱？我说你今天啊，彩玉。今天有没有赚钱？你不要看到今天彩玉又在干嘛，又有消息了。我看今天进场还是赚钱呢、哦，今天进场还是赚钱。那我什么都告诉你了，10月15号、啊，是不是消息公布前的机会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每天都有机会赚？有没有机会赚嘛？我看是不是很简单？每天都有机会赚啊，拉回，每天你买最高，隔天都在跳空。买最高，隔天拉回再创新高。哦，消息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消息来了，这个27号的，我还记得，27号什么消息？27号人家说什么亏损？啊，亏损下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亏损为什么可以涨？我看现在很多股票亏损都涨了。好，他的消息怎么讲？这个之前的都是亏损的，包括10月亏损。可是呢，营运看怎么样？看未来，看明年。啊，这个消息很准哦，说营收不好，然后说看明年，都被他讲完了啦，都被他讲完了啦。你看这消息能听吗？啊，你看消息能听吗？你要听谁的？啊，一下说这个营运不好，然后呢，然后接下来下一句什么？明年会好，先跌再涨，都被他讲对了。那我们在干什么？我在帮你找股票啊，我们帮你找赚钱的股票啊。15号啊，哦，这个是一个什么？你懂技术分析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啊，你不买，等到现形漂亮的时候你才敢买。那现形漂亮的时候你才敢买，啊，等到消息发布的时候，在哪里？在这边呢。台积电旗下子公司谁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啊。为什么你不敢买？已经涨多少？
哦，涨两根半了，你才敢买？那我怎么跟你讲？涨两根半才买，我怎么跟你讲？底部成型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消息公布前的机会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你要敢买啊！每天都有机会，你要敢买，你要敢赚。今天一样有机会啦，哦，今天一样有机会。好，立台也是一样，立台也是今天一样有机会啊。你有没有发现？你会发现跟大伟的股票每天都有机会，每天都有机会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机会呢，接下来会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讲的说是初生段，初生段你说没有拉回，对，现在是什么？见回不回的震荡修正，有可能直接就上主升段。今天还有赚呢，直接拉高有赚呢，而且呢，成交量还放大、啊，有没有飙得比你想象的凶？有没有？还记不记得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？要不要放 VCR？ 不用吧。你像网络这么发达，你如果用心，哦，市场上的妖魔鬼怪，市场上的一个真正的分析师，你都看得到，不用看 VCR， 你自己找。你，我们讲，你现在扫我的 Light， 你现在扫，你先扫，我 Light 你先扫，你先加我好友。你要看哪一段的，我来帮你找，我请助理帮你找。好不好？你说啊，这个我看过了，那我看过了，哎，我针对个人来服务，可以吗？我针对个人来验证，还是说，你今天拿到了这张股票，有赚到钱，然后呢？但是你之前想要做功课，想要如何去，你要找分析，找股票去买，你要不要做功课？你要找一个能够带你做赚钱的分析师，你要不要做功课？你就听我在讲啊，你不用验证的、啊，你不用持续看的、啊，哼。你就这样随便的就加入了、啊。十月四号，有没有飙的比你想象的凶？十月十号，十月是什么行情啊？十月啊，十月在下跌啊，下跌的行情呢、欸，拉高在下跌。那个时候，所有的市场人都在想什么？我只要不赔钱，我只要小赚就好了。结果呢，五成呢、欸，十月的五成呢、欸，有没有跟你讲？你说技术分析吧，我说最后的买点，新闻出来了，新闻出完之后，能买多少是多少，能压多低是多低，结果呢，回撤之后有没有更强？回撤之后有没有更强？有没有？那你还要讲什么？你真的还要我讲什么？我今天呢、啊，因为很多股票啊、哦，很多股票不是说我一个人可以买得完的。你说我的所有加入我的会员的每档股票全都重压的话，能够买多少啊？能够买多少？我在这边是希望帮助大家，对不对？你先赚钱嘛，对不对？你吃肉我喝汤啊，我让你先赚啊，交朋友结拜不也不过如此嘛，对不对？结拜也三杯酒嘛，那交好朋友呢？你加我好友，对不对？你把我的流量把它打开。然后我让你股票怎么样来分享，来赚钱，哪怕是什么你怀疑、担心、害怕，第三天、第四天，甚至第五天，是不是都在赚钱的？所以你加我好友，赚多少、赚多赚少是你决定的。你是我的会员，你是我的家族成员，赚多赚少是我决定的，很简单吧？对不对？我也不会去管你什么。你的什么操作的这个逻辑啊，你的个股调整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但是我负责怎么样做到好友的义务，我让你赚钱。那你不能说，哎呀，安国上去了，第二天、第三天还来问我，我下一档不是更强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这个后面都有，那安泰克为什么都没有呢？安泰克为什么今天没有买点呢？那不是每一档股票都一样，好不好？有档股票，有些股票筹码，你看这种股票。十月十一号，你现在发现啊，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有一点，大伟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只跟你讲主涨停板，跟我会赚钱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全市场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涨幅多少，我最会选股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大伟选的股票，我都知道他要发生什么事情。立台，我说他要养功就养功嘛，对不对？科教我说他一路赚到宝就一路赚到宝嘛，有特定人士作价，他的走势就会不一样。
今天怎么走？哦，还说这个，对，买了买到低点了，哇，这段整理把我都搞死了好久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有没有再换一只？有没有？我们再换一只，让你再跟。我说这只股票千万不要放掉，我们再做一只嘛，再做一只时间很长。这不是说证明什么啊、哦？我们一定要每天都是涨停板锁涨停板。我说证明什么？证明我看懂它了，因为我知道这市场，我知道这钱怎么赚。而很多人在怎么样，在每天猜，哦，猜这只股票会涨，啊，猜那题材会有用。你看今天啊，我又在看今天的这种财经台啊，每天在讲什么？讲我安国了，讲我安泰克了。啊，讲我立台啊，啊，讲我的金利科，每天在分析这些股票，还有还分析财誉。我这个股票，你去分析，你就继续分析吗？我就想问一句话：你们这些在财经台分析的人，你们手上有一张吗？你们低点上有带所有人？不要说你们是不是投顾了？你有没有带你的会员、带你的朋友或自己买过一张没有？没有，你现在高点涨一倍，你在分析什么？啊，这边是支撑压力啦，哦，那边是怎么样？我想什么叫支撑压力？我拿这个安国来给你看嘛，什么支撑压力的？在哪里啊？哎，安国，你今天啊，我今天刚想到，财经台都在分析着我的股票，这不好分析的啊。这边如果涨上去怎么样？如果现在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对我来说，上面。我闭着眼睛卖，我还需要去学技术分析吗？我还需要去学支撑压力吗？我闭着眼睛就是卖，我闭着眼睛，只要我钱，我一千万已经赚多少？1500万了，我房子投机管都有了，我跟你学技术分析，我只要跟着大伟，我只要不要漏掉太多天，我都能赚到。我学什么技术分析？你学的什么？你应该学看怎么去看，我在里面选股的美感。你要学这些就好了嘛，学技术分析，选股选对了，还怕什么？还怕不会卖？你买在高点，你看现在很多人哦，很多人啊股票大赚，对不对？其实怎么样？高涨套下来的反弹哦，说他又有了。你去看好多人啊，真是不要脸啊。那我呢？我是不是底部带你的？之前从来没有从高涨套下来过，我敢这么说？其他人敢不敢这么说？不敢呢、啊，啊，不敢呢、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哦，财誉，哦，财誉之前讲台积电，台积电啊都在讲，结果呢，哎，你们敢不敢买？现在分析什么？哦、好了，接下来到我们规划一个行情啊，就是说你如果说认为这行情呢，啊，只到什么？只到17000啊，啊，只到18000了，那18690也可以啊。那这一段，你如果说这一段行情就。回档了啊，都压力了，没有碰到要回档，你赶快卖，你赶快卖，赶快卖。可是如果说，哎，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，我预测高点哪里？有吧啊？好，那如果说接下来18619，哪怕是碰到也好，超过一点也好，那这一段行情你要不要来赚？回答要出货延宕，它不是不出了，所以越到出货期的时候，股票压缩之后的喷发越厉害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这档股票很厉害哦，这档股票会很飙啊。十二月直接就能翻倍，一个月就能翻倍的股票，你要不要？你想不想要？我一些股票怎么样？开始要整理了，我重新布局了。你要的赶快上来哦，赶快加我的好友，赶快直接加，不用拜托的。你想赚钱，直接加，直接用手机扫，你会不会扫？很右手把手机拿起来。然后对准这个 light， 然后直接怎么样扫进来，点开进去以后，麻烦留个头像 ，say hello， 你就是我的好友了，你就是我好友。但是你要记得、啊、加我好友，你要来干嘛？你要来赚钱的。所以这只股票，你要先说我要十二月之星啊，要不然我不知道你加我好友干嘛的，给我鼓掌而已啊，鼓掌没有用啊，要赚到钱才有用啊。来，这只股票拿回去。我想就是今年，很多人说啊，这十二月之星是113年还114年？没有，就是今年112年十二月。我想很多股票，你看安国上去了，基利科也翻倍了，
啊、安泰克啦、立台啦，还有很多股票，我手上股票基本上都是五成到六成的，时间长不长？对，因为现在很多的利空，但是十二月利空即将怎么样？即将消退之后，出现的都是利多，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敢买啊，要么每一档都跟安泰克一样直接开涨停，涨停之后连续两个涨停再震荡，你敢不敢买？你不敢买嘛？刚安国你都不敢买了，你也敢买安泰克？你明天敢不敢追？你更不敢追了嘛？所以一定要从底部买，现在正是底部的机会。我买完之后就没有底部了。我现在分享给你，让你先进场啊。但是名额有限，金额有限啊，我有我的怎么样？我有的会员要进场啊，所以我这个是限额的。正如果买盘要进场了，消息发布前我们先进场。好，今天特别的优惠给特别的你。我们进一段广告，待会回来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奶奶，我是叫你停在安全的地方等，看红绿灯急来车，听车辆警示音，再走行穿线就是斑马线啦。哎呦，行人停看听才是安全好习惯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啊！这个行情呢、啊，会飙到你没办法想象，因为现在很多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亏损的。为什么可以翻倍？因为第一季，明年的第一季会有大爆发的行情，这些呢累积压缩的财报会在明年第一季大爆发。这个时候，所有人的买盘买什么？是买在市场上。你看现在成交量，你看散户敢不敢买？为什么现在很多买盘？为什么现在股票可以飙一倍？而且不是大回档哦，是直接垫高的、啊。为什么买盘？学过基础技术分析就知道了，这就是要买盘，强势的买盘。为什么？因为明年第一季要爆发，明年第一季爆发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散户追价的时候。你难道还要再跟明年跟这些过去这些散户一样吗？等大涨的时候才要去追价，等18000的时候才去追价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就要赶快布局。十二月会有一只股票，当然不是这只，我已经挑好这只股票了。还有很多股票会翻倍，你可以自己找。但是呢，我已经找到了，我已经找到了，而且我准备要进场了。十二月不用到年底，不用到月底，就直接可以翻倍的股票，赶快拿回去。就是今年呢，112年呢，不是明年，不是后年呢。哦，我不跟你玩文字游戏。为什么不跟你玩文字游戏？你赶快拿回去，因为做行情不好的时候，我都能翻倍。有没有完成小目标？这个是我的小目标哎，你看很多的所有的好友会员都觉得，居然是翻倍，这是你的小目标吗？那大卫，你的大目标可不可以给我？好，接下来很快，速度很快，马上就有大目标了。周周我们要完成小目标，年年要完成倍数翻，这才是我们要做股票的意义嘛。
每天拖劳命的，从 年初套到 年尾、啊、明年解套，那不用做股票了嘛？有没有让你赚到？有嘛？是不是？好，那立台呢？有没有阳光？有没有不要比你想象的凶？今天进场是不是 还能赚？阳光拉回更凶，我都把你抓到了，我都知道他怎么走。分盘，分盘算什么？分盘继续涨啊！消息发布的时候还是一路涨啊，亏损嘛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你看这些人啊，多坏！这些老狐狸多坏！我当时跟你讲老狐狸嘛，对不对？跟你说消息不好啊，公司不好，公司不好。彩玉也是一样啊，啊，公司不好，公司不好，啊，赔钱赔钱赔钱呢、啊，啊，结果呢？啊，明天会更好。那么一个新闻一涨一跌都不要讲对了，你要怎么跟呢、啊？你啊，你现在唯一的什么？唯一的方向就是跟着我操作，啊，跟着大伟才对。选哪只股票不重要了，大伟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你要跟的是大伟，不是要跟着这些涨停板每天像什么、啊、无头苍蝇乱撞乱冲啊！来，跟着大伟，把这 Light 扫进来。跟我说你要十二支星翻倍先扫码，这支股票拿回去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